19号是花莲市立幼儿园大班毕业生最后一天的上学日，市幼特别举行了水乐园派对，用清凉的玩水活动来庆祝毕业，也为大家在市幼的学习画上完美的句点。一个开始吸水打水仗了。花莲市立幼儿园大班90名学童人手一支手枪，迫不及待地在主持人口令下同步发射，将水柱喷得有高又远。而市长魏佳彦及幼儿园长李飞林也分别配备了后备式水枪加入大战，欢乐氛围让市幼瞬间成为水世界。今天是我们市幼为毕业生准备的最后一个毕业礼物，也是毕业成长营。往年我们都放在那个田埔森林游乐园做一个小小冰体验，今年我们特别换到市幼来做一个水上乐园的活动。那我们除了有滑水道，还有 SUP， 还有弹跳床之外呢，还有水枪大战，都是孩子最喜欢的。市幼为了欢送大班毕业生，在19号最后一天上学日，盛大举行水乐园派对，用清凉的玩水活动为大家在市幼的学习画上完美句点。那今天非常的开心，那也可以看到我全身也被我们孩子们喷得满身都是哦。那最后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孩子们一切平安，那快快乐乐的成长，是我们花莲市公所对我们孩子们最大的一个鼓励。花莲市又依循往例为大班举行毕业营，不过今年有别以往，在炎炎夏日改为办理水上成长营，希望透过活动办理，让大家能够不畏惧的接触水，勇敢挑战，完成任务，并在毕业之际的暑期间也学习到玩水要注意的安全事项。记者徐丽琴，花莲市报道。